曾踏遍天下，青山绿野我家，美名俗世恩怨，笑指江山似画。谁令冷风下，鲜花换作雪花，绝尘泪边洒。梦中今夕也是他，柔情缠绵，双眼泪，人情幻变，似雾里花，心不甘。师傅，我把钻得未？我几日嚟攞啦？咁耐噶？我过几日嚟攞。你就铸剑师？系啊，唔知姑娘有咩帮衬啊？我要铸一把最普通的剑。咁你知唔知铸一把普通的剑要几多钱啊？好平啫，只系黄金一百两。阿爹，我不如找个大夫来看你啊。找过的了，大夫都束手无策。哎，我这些旧病复发不会好的了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但是阿爹，你现在这么辛苦。青儿啊，阿尼公子上次给你和范大夫吃那些药几灵验的，不如请他来看看，或者他有办法呢。不要麻烦人了，阿尼公子的人咁大方，我想他不会计较的。哎呀，青儿，仲快都去请阿尼公子嚟。我换嘅衫啊嘛，系咧，你搵我去玩啊？唔系啊，我阿爹旧病复发，双手好痛啊，我娘亲叫你去睇佢啊。原来系咁啊，阿妮，你唔系唔得闲啊嘛？唔系，我哋行啦。哦，好啊，对唔住啊。为什么我的丝巾和发簪会在你那里的？不是你的咩？我在花园执的。乜我跌在花园的咩？如果你知道跌在哪里，你自己会执啦。啱啦，俾翻你啊。系啊，你阿爹同娘亲顶紧我哋嘅，我哋行啦。系，我哋快啲行啦。嚟，快啲啦，娘亲。阿尼公子，真系麻烦晒你啦。唔说话啊！快啲睇我阿爹啦，嚟啊！点啊？医唔医得好噶？我都知道药上无灵噶啦。细伯，
你唔使憂心，未必嘅。雖然我冇十足把握令世伯痊癒，但係減輕世伯嘅痛楚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就算係咁都好啦。不過要長時間悉心治療先至可以見效。咁即係話要長期服藥啦喎。青兒，我哋去買藥啊。青兒，咁你又去啦。去啦，咁我哋快啲去啦。我哋行。唔該。阿莉啊，點解頭先嗰個老闆話你嗰啲藥係普通嘅補藥，又話執慣執熟咁嘅？哦，識啲乜嘢啊？如果識嘅，做咗大夫啦。我啲藥雖然係一樣啊，但分量同煲法唔同，效果都唔同啦。原來係咁，係咧？點解你上次俾我食嗰啲藥，我食一劑就可以好翻，而阿爹就要長期服用嘅？咁點同咧？上次喺種藥寒冰潭嗰度，我俾你食嘅同解藥差唔多，所以咪快好翻咯。而西北嘅陳年舊病要醫啊，需要好長嘅時間嘅。係咧，大寶中意食啲乜嘢啊？佢咪中意食饅頭咯。而家我去買啊！阿爹同娘親等緊我哋噶，好快咋！送俾你啊！几多钱啊？三蚊钱啊！哦，我呢度有啊！多谢。唔使啦，我哋走啦。范礼，你哋出去嚟啊？系啊，我阿爹旧病复发，唔系好舒服，我同阿妮咪出去执啲药翻嚟咯。范礼啊，你睇下呢个公仔靓唔靓？靓。青儿啊。嗯。我有啲说话同你讲。好啊。唔阻你哋，我去煲药先。啊，啱你啊。啲馒头等我拎俾娘亲啦。唔使啦，我自己买，等我自己孝敬佢。范礼啊，你又话有嘢同我讲嘅？个公仔阿丽送俾你噶？唔系，系我买噶。本来佢想送俾我噶，不过我俾钱快过佢啊。你觉得阿丽呢个人点啊？个人冇乜点啊，佢都几好噶，有时又几好玩，有时就好烦噶。点烦？佢成日讲埋晒啲嘢，我都唔中意听嘅。佢讲埋啲乜嘢？好似上次咁，佢突然间捉住我只手，佢好难讲啊。不过唔紧要啦，佢已经同我道咗歉，仲应承我以后唔再讲嗰啲嘢。睇上嚟，佢都几关心你嘛。或者系啦，不过佢冇你咁关心我。而且我都唔中意佢成日烦住我嘅，佢个人啊仲古古怪怪添啊，执到人哋嘅嘢会收埋添啊。收埋啲乜嘢？我上次唔见咗丝巾同埋发簪，原来喺佢嗰度啊。哦，冇理由噶，我嘅发簪摆梳妆台上面，点会喺花园俾佢执到咧？唔通我真系跌咗都唔知？有啲事唔系表面上咁简单。你系话呢件事？有时啲嘢表面上睇嚟系咁，事实系完全唔同嘅。范礼啊，你讲嘅嘢我唔系好明啊。总之，你唔好轻易相信人哋嘅说话。
哦，唔通你讲嘅嘢我都唔信咯喎？你记住我头先讲嘅说话，迟啲你就会明白。阿母啊，食多个啊！我真系饱啦，眼尼公子，你真系有心嘅啫。顺便啫。娘亲，青儿，你食啊。我唔食啦。嚟啊，食啦。阿母啊，青儿唔想食嘅，由佢咯。系咧，阿爹食咗药未啊？哦，啲药要慢火煲，仲未煲好。细伯，你等一阵添啦。阿尼公子，我就唔知点多谢你。细伯，你太客气啦，应该嘅。阿尼公子，范大夫有事揾你。范大夫，有咩事啊？系关于你嘅事。我。阿尼，我唔怕开门见山，以我年纪可以做得你嘅长辈。我讲嘅说话或者你听唔入耳，但系对你又有益。系咩？咁随便讲。做人就系归乎光明正大。范大夫，你咁讲咩意思啊？我而家好唔光明正大咩？我知你留低系为咗青儿。但點解你唔直接講，要轉彎抹角？我亦都知道你好喜歡青兒。係啊，我對青兒係真心嘅。但係你要知道，青兒並唔喜歡你。你咁講係咩意思啊？我想提醒你，呢啲事係唔可以強求。我明啊，原來范大夫你對青兒有私心就真。青兒係我嘅朋友。我不会被任何人呃他，我家行得正企得正，我没呃过人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你做过什么你自己知道。范丽，这个世界上不单止你一个正人君子，我对青儿从来都不光明正大，你喜欢怎么想就随便你，但你不要诬赖我。我警告你，任何人对青儿不利我都不会放过他。那你放心，如果别人对青儿不利的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先同我揸青兒，唔好咁嚴。佢同青兒講咗啲乜嘢咧？咦，亞莉，青兒，你見咗范禮啦？佢同你講啲咩啊？冇，佢問我梁容公啲嘢啫。哦，係咧，范大夫話要同你講噶。讲些乜嘢？唔讲你俾我听噶，系咪讲我咧？佢冇讲你啊，佢净系问我觉得你点我。咁你点讲？我话你咪我朋友咯。你仲有咩讲啊？啊，有啊，佢叫我唔好咁容易相信人，又话有啲事表面睇起上嚟系咁，但事实上又完全唔同。总之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。哼，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是的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在厨房煲的药都不知道得味，所以就来找你咯。我跟你看看。啲武士学成点啊？进展好慢。青兒的武功雖然很高強，但是她的武功不是經過正式訓練，所以她不是點識去教人。照你這樣說法，那些武士的武功可能突飛猛進的吧。我都想過了，我準備想辦法將青兒的劍法繪畫成圖，讓武士依著圖畫去練習，或者可以事半功倍。
這個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嚟嘅。為咗節省時間，我想鑄劍嘅事向靈湖宮進行。咁都好啊，靈湖宮地方廣闊，向嗰度採石，向嗰度鑄劍係最好不過。嗯。而且靈湖宮地位偏僻，鑄劍嘅秘密唔容易外泄。反正而家我哋冇其他嘅選擇噶啦。不過我仲係有個憂慮。咩憂慮？令狐公嘅地位唔知道适唔适合铸剑，因为我知道气候同埋水流对于铸剑系好重要。我谂呢啲要涉足自己本人先清楚，等我睇过先得嘅。啊，系啊，范兄啊，我仲有一件事想麻烦涉足嘅，系咪关于铸剑师嘅事？啊，范兄，你真系聪明过人，冇错，我哋已经聘请一批铸剑师嘅。他們的背景有沒有問題？絕對沒問題，他們個個都是越國土生土長，而且願意為國家效力。是這樣就太好了。那要涉足自己看過，只要合格就可以了。点啊，施老前辈？照睇佢哋对手铸剑嘅技术已经好纯熟噶，加以指点就可以成为一流嘅铸剑师啦。咁啊，好劲！我可以马上铸剑。呢层绝冇问题。各位，我哋攻唔复国就要靠晒你哋。我哋一定为国效劳。乜咁夜啊？我特登嚟话你知，听日我就要带薛前辈夫妇去令狐宫铸剑。喺令狐宫铸剑？系啊，佢哋仲要留喺令狐宫指点铸剑嘅技术。咁教剑嘅事点啊？呢件事由我同青儿两个负责。我知啦，大哥你入嚟话俾我听，梗系想我去令狐宫照顾青儿嘅父母咧。你真系聪明。呢件事我冇理由推卻噶，能夠為越國出一份力係應該嘅。有你嘅照顧，青兒就唔需要掛念佢父母，佢可以專心教劍。而家係強兵利器雙管齊下，大哥，你好快就可以見到西施姐姐啦。前辈，你睇下呢个环境适唔适合铸剑咧？呢度嘅环境唔错，水源充足，空气又好，系铸剑嘅好地方。咁就好啦。不过铸剑最紧要就系嗰啲石，如果嗰啲石唔好，就算环境点好都冇用嘅。嚟，前辈，你睇下呢啲系附近矿洞攞出嚟嘅石，你睇下啱唔啱用？呢啲系铸剑嘅上好材料，咁真系天大嘅喜讯！人嚟，即刻通知所有铸剑师，今晚好地休息，听日开始铸剑。系，施前辈，今次委屈你哋喺灵狐宫铸剑，真系好过意唔去。千祈唔好咁讲，我应承得过你，就算点辛苦，我都冇计。范大夫，你唔好忘记，我哋都系越国子民嚟噶嘛。夫人。真系多谢你，不过你放心，子路留喺呢度照顾你哋。咁啊，真系麻烦晒你啊，子路姑娘。薛夫人，
我哋大家都系为国家做事啫。娘亲啊，我要去教剑，唔可以陪你啦。傻女，教剑系正经事嚟嘅。青儿，你教完剑可以随时翻嚟侍奉爹娘噶。前辈、夫人，我同青儿要告辞啦。好，你去啦。瞓啦，唔好睇住啦。你两个就喺呢度守住，千祈唔可以俾人骚扰薛老伯啊！系系。阿爹同娘亲，咁我睇住佢哋练，你去练武功啦。咁我去啦。小心啲喎。我好快翻嚟噶啦。又铸到把好剑，果然是一把好剑，但是可惜，可惜呢把剑是一把杀人的宝剑。系，哎呀，你老伯，你，你老伯，师兄，哎呀，师兄，你哇，你哇，我哋要帮你，哇，我哋要帮你，夫人，睇下吧你啊，薛夫人。麻利，我就杀咗佢！你杀埋我啦！你咪追过嚟啊！追过嚟，我就杀咗佢！娘亲，娘亲，青儿，娘亲，你做咩捉住我娘亲啊？抵埋你啊！麻利，我就杀咗佢！青儿。
佢已经杀死咗你阿爹啦，阿爹死咗。系啊，娘亲，娘亲，娘亲啊！记得喺范大夫嘅说话。范兴，我已经派人查了几日，始终查不到那个杀手和乞衣的什么身份。会不会是跟刺杀我的人同一路？我都是这样想法。是我累了薛前辈和薛夫人。如果我早知道在令狐宫的石矿是这么少，我们不会去铸剑，薛老前辈就不用惨死。他们死得真是可惜，都是我。范宁，没办法，你都不想，你都是一心一意为国的。但是为了国家，我们还要牺牲多少个人？现在薛老前辈已经死了，我们铸剑没了希望。这件事是无可挽回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青儿，在一日之间他就失去了父母。这件事就算你和我都很难抵受得住，何况他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子。范宁，现在唯一办法，我们尽力开解他。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劝他，这几天他只是躲在房间里哭，我真是怕他哀伤过度。紫罗姑娘，我等了你好久。等我？我今天去青莲坊，我想知道青莲店。我刚才见过他，他不肯见我，我很担心他。青儿到现在都是这么伤心，总之今次最大责任就是我，我没好好地去照顾青儿的父母。我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怎样劝下青儿，希望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如果冲淡不到呢？唔得，我去睇下佢。青儿，青儿，系我啊，你开门啦。青儿，青儿，你冇事啊嘛？你唔好咁啦。
我斟杯茶俾你。嗱，你咁样做，你系爹同娘亲就要翻山啦咩？青儿，生死嘅嘢系唔可以避免嘅，你睇开啲就要冇事噶啦。你咁样会好伤心噶，你听到娘亲喺过船之下知道，亦都唔开心噶。阿妮，你出去好唔好？我想静下。青儿，你听我讲啦。你出去，你出去啊！我求你，你出去啊！青儿，凡伦，你想喊就尽情咁喊。小姨，我出嚟。哎，客官，走到。哎，几位客官，坐啊，坐。叫啲咩食咧？小燕，兩瓶高粱，一碟牛肉，快啲啊！嚇，好快到啊！快啲啊！嗱，今晚我哋好難有呢機會噶，一定要飲餐飽嘅。飲，一定要飲。喂，再係咁練法，我驚我支持唔住啊！誒，為咗國家大事，辛苦啲都要啦。喂，細聲啲好喎。切，公子哥兒啫。係咪？喂，嗰個青兒姑娘啲劍法出神啊！我到依家都捉摸唔到，喂，到時我都唔知點練至好，慢慢嚟就得啦。而家我哋都接到佢三兩招噶，冇錯啦。只要我哋學到青兒姑娘幾成功夫啊，我睇啲吳兵啊，邊帶我哋手腳啊？范大夫真係好嘢，揾到個咁高武功嘅姑娘仔嚟教我哋。范大夫啊，真係唔話得啦，堂堂一個大丈夫，日日夜夜陪住姑娘仔喎。哎呀，唔止咁添啊！個姑娘真係鬼咁天真爛漫，服侍嘅認真唔容易啊！范大夫真係大夫，國家大事應付自然，估唔到連姑娘仔都有辦法，所以話咧，做乜嘢？咩事啊？你做咩啊？我話俾你知，范禮係只狗。你講咩啊？你唔好亂咁講，有得罪范大夫啊！我話范禮係只狗。呢度咁深啊，肯定跌死咗啦！喂，唔死都残废啦！冇错，不如我哋走啦。我走啦，去。我走。
試下啦。去去去去！打得好。雖然頭先我打咗你幾掌，其實我已經將啲功力傳授咗俾你。只要我再指點下你，以你嘅資質，一定會成為江湖上嘅一流高手。多謝師傅，我一定要幫查範喺嘅消息嘅。你唔使開心住，你試下撳下你自己眉心穴。我銘極劍武咁容易相信一個人，雖然頭先我傳咗啲功力俾你，但係啲內力喺你身體入邊，喺十日之內如果唔能夠幫佢消散嘅話，你就會俾我啲內力反噬而死。師傅，你唔使驚，只要你乖乖地聽我説話去做，我會幫你消散翻嘅。師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聽你説話嘅。好。而家坐埋去，慢慢讲范蠡嘅消息俾我听。范蠡，你想点啊？冇，我生团火啫。唔得，公家，哼，你怕火？多事。快啲讲范蠡最近嘅消息俾我知。青儿，你唔食啲嘢唔得噶，嚟，乖乖地食咗佢。范大夫，入嚟。咩事啊？文大夫嚟咗喎。文兴，范兴，你咁夜揾我，一定有急事。冇错，杀蚀足嗰两个杀手，我已经查到有啲眉目。照我睇都系啦，杀我嘅人亦都系吴国派嚟。佢哋嘅主脑一定仲留喺越国。究竟吴国派咗几多个人嚟？我就知道事态严重，所以我仔细去查。查到啲乜嘢？冇咩发现。嗰個打鐵柄又冇咩特別，咁個乞衣呢？都冇乜啊！有件事好奇怪，有人見到佢成日都喺眾香院嗰度乞食嘅喎。眾香院？冇錯。邢子煙。走俾大爷啦！你好，我哋招呼呢位大爷啊！哦，啊两位大爷请入嚟坐啊！阿小燕、小凤，快出嚟啦！嘿，你快出嚟招呼嗰两位大爷啦！你随便坐下，我点招呼佢啊？哦，阿范大夫，你嚟揾子煙啊？系，
阿子耀佢病咗啊！病咗？系啊，佢今晚忽然间话唔舒服喎。我去探下佢啊。诶，阿子耀话，你跟过嚟啊！嚟，过嚟啊！子嫣，子嫣啊，唔通瞓咗觉？奇怪啦，点解唔喺度嘅咧？呢位小哥有咩事咧？冇，我家老爷叫我带封信嚟俾范大夫，话好紧要嘅喎。哦，范大夫唔喺府里面喎。唔喺府里边？曾踏遍天下，青山绿野我家，美名俗世恩怨，小子江山自画，谁愿令冷风下，鲜花换作雪花，绝尘泪边洒，梦中今夕也是他，柔情似片双眼泪，人情幻变。